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。今天又是我们的车站系列啊。这次我们要到台中的丰原车站。自从含羞草的草爷在那边开了一间娃娃机店之后，周围的娃娃机店一间接着一间的开。今天我们就去好好的玩一下，那就跟着我们去看看能够嚼到什么东西吧。Go！我才刚开始夹而已。我正想说，你要一次夹两个还是三个，你就出货。蓝牙耳机耶！傻眼，十元出，十元少少出。完了。好特别的出货音乐啊！耶！圣诞节刚好可以加这个。对呀、啊，好可爱。好热、哦！哦呦！天然的饿。啊？是天然的饿。好太多。画画奖。嗯。哦。
下哦，你知道怎么夹，让它活过来这个洞才比较好。活过来吗？对啊。不粗。这还可以捏。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别一个。还是比较拿手，真的。大头，你话别说太少。他七十块保夹啊？对啊。要把保出来啊。那我先拿七十块。但七可以有点事情吗？那七十块保夹，别傻。算你帅到。那我还要夹前面那个吗？够久吗？两拍半，那所以我是早一点下手。那发生什么事？你夹后面一点的，在他上方啊。好啊。哇、哎呦，差点丢出来！是不是以为要出火啦？夹得到吗？看看哦。哦。出货了。你出货了。还没保夹就出货了。那早知道我一开始夹这个就好了。对呀、啊。它是那个 Hello Kitty 的吊饰。算你赚到。加麻药枕头。好闹。你也很薄。感觉要溃烂，然后两拍捏嘛。我拿两个去看看啊。一点点。哦。那我把它拉到那个凹洞里面。我。只捏一点点哦，两拍吗？对。这个好。那个两爪朝前，因为你这样会顶到两爪，调到两爪朝前，然后捏一点点就好。对。对，就这样子，靠动好一点。对。哎呀！对呀、啊。你再试看看，可以把它拉到那位置哦。等一下，帮我护好它，不要让它跑我。我觉得应该有机会，要有点卡到。卡到了。有机会上二楼啊？有没有拉回来啊？我觉得好有机会哦。对啊。走。对，就一样捏那位置。先不要卡我。
好厉害啊！他太大了。哇，有点难看了。对啊。回家他肯定洗衣机。对啊。这之前很红哎。这不是网络上面在讲什么麻药枕头吗？回家试试看喽。好。来看看大头刚刚说了什么。巨无霸还是比较拿手。巨无霸还是比较拿手。巨无霸还是比较拿手。小军伙伴，玩巨无霸出货真的很爽，希望你们继续拍下去，加油！谢谢你的鼓励，我们会好好努力下去的。那唐老鸭就送给你啦。今天的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这个黛西夹到的麻药枕头就送给你们，方法一样我会放在说明栏，大家记得去看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们有觉得哪些地方的娃娃机好玩的话，也欢迎你留言推荐给我们。最后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留言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，大家拜拜。